他们了，要去吃午餐了。我们吃这家达基利。哇，好棒哦！阿妈，阿妈，好吃哦，好吃好吃。都跟苹果似的。嗯，你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酒？我都不知道。小陈林酒，它是陈林酒。陈林酒，我也想不起来。零食商店。对呀、哦欸。我爸带的西瓜。好吃。那你觉得好吃吗？相当好吃，原住民风味餐。很棒。很棒。这次你有很期待旅行吗？相当期待，昨天晚上真是，昨天晚上就没睡好，12点睡，半夜3点起来，太期待了，哦，太期待了，阿公叫我说，阿妈你家吗？我说因为太久没出去玩，很高兴吗？我说对啊，为什么？天天阿姨就说，哦，我看妈妈这一趟要出去玩，好像很兴奋。我们现在要去台开心农场，哎，右边也有哎。走，我们去踏浪。耶！你知道我们去干嘛？踩水。踩水。去踩吗？他怎么了？小心啊！差点原地摔倒。这里超美的。等一下，两天就快见了。宝可梦，他去打宝可梦，你好好笑哦！哎、欸，你去站道场是不是？站到了，站到了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把我的手机拿过去哦。你是用什么站？啊？你是用什么站？这只啊，这只啊。绿色这只啊？不是，另外一个，你那个之前送我那只。这只啊？哦，不是啦，另外一个。我送你那么糟糕的、啊？哦、你对的、哦。现在来到台开心农场。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回蓝门市的星巴克，叫我录我。这里是台开心农场，然后是免门票的哦。今天要住在静月旭海民宿，哇，超棒的！旁边就是海了。
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浴室干湿分离，然后有这里一个双人床，阳台，还有楼上。这个阶梯超危险的，而且上面超热。然后楼上还有一个双人床。今天晚餐吃187热炒海鲜。海瓜子，你在生气啊？吃完了没有？好吃吗？哎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。对，我姐姐真好吃。好吃。我妈刚刚直接拿我的玩具，然后把这里面东西吃掉。哦，傻眼。一心泡泡冰。我们还一起点了一个芒果雪花冰，然后我觉得泡泡冰的话可以两个人点一个就好了。早安，一起床就可以看到海。你觉得好看吗？我们今天 dress code 是白色，然后阿公出门前一天已经把白色放到行李箱里了。结果阿嬷半夜几点？4点。爬起来，想说来整理一下衣服。他整理好了，重新整理，一直觉得他衣服带太多。对，然后就怎么样？然后呢，就把阿公的白衣服觉得哦，太厚了，一直帮他移除。衣橱，阿公今天差点没有衣服可以穿。有白色的裤子 ，OK。就不用付钱了。拍照就没有违规了，就没有违规了。阿公还是及格的。我妈又在做幼稚行为，她把阿公、阿嬷手机全部藏起，因为他们都没有人要收。还有阿公的 iPad 啊，阿公 iPad 等一下再出现，烦，赶快去啊！妈呀，怎么卡到我们脚腕上了？这就对了，你放在地方了。手机还有这 iPad。哈哈哈哈哈！决定，决定，决定，决定了。今天的 dress code 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那爸爸，请问你的白色在哪？哦，阿公的白色在这里。等一下要去哪里？吃冰。吃冰，吃冰完呢？吃冰，再吃第二次。好，那我们出发。吃冰。然后有一个假认真的，必须要带电脑。哎，快快快，假认真的，拍照，假认真的，要带多益。还有人要去炒多益哦。我们来吃风村冰果店。你要去拍一下，哎，你去拍一下，我们炒好吃吗？你干嘛抛媚眼？没，基底是什么？超级好吃的，我觉得。说这个。安慰我。现在到利川渔场了。就是下去啊，他们两个下去蒙啦。
他们已经玩完水，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去吃饭了。太靠近了，靠近吃饭吃饭。可爱的阿公阿嬷，有一个。哎，你的手在这里，通通无水。来吃这一家下午茶，叫做雨林。麻吉花生的，好吃吗？没，好吃吗？刚刚去买了肉串，还有那个向日葵粉圆，手工粉圆。现在要回民宿来吃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海边，就是民宿是那里。然后旁边走一走，走两分钟就可以到海边了。我们要回去吃饭了，都凉掉了呢。其实不是大蜘蛛啦，它我妹刚说那个大蜘蛛快要生出来，它在壳里，它是寄居蟹。刚刚超扯的，就是要爬上来的时候，然后最后一个浪超大的，然后那时候浪一来，然后我一手要保护我妹，然后我一手又拿着 iPhone， 结果 iPhone 就进水了，画面如下。然后剩下还有两天会在下一支影片出哦，那今天这支影片就这样，我们下一支见，记得帮我小铃铛按赞，小铃铛按赞，还有订阅，可是他没有这样讲，记得按赞分享，好，拜拜。